31日，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举行记者招待会，谢安琪、炎亚纶、阿牛等亚洲歌手代表悉数现身。大陆新晋歌手吴莫愁、李代沫也获邀参加这次音乐节演出，两人都使出必杀绝技，希望能在这个欢乐 party 上完美呈现。我明天会唱上一首，由哈林老师，打造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要给你》，也是我的一首新单曲，然后会有很热辣的舞蹈。一首来自翻唱范姐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香港歌手谢安琪已成功晋升辣妈行列，此次要与韩国少女时代同台演出，不少人为她的应战造型深表担心。不过东道主的谢安琪大方表示，性感演出肯定不敌少女时代，自己只能从歌曲方面努力了。因为少女时代应该就会有性感的演出，那么他们说我怎么就明天会穿什么来应战，我说没有这样子的对比了，他们人也比较多，腿也比较多。早前接受脚部韧带手术的炎亚纶坐轮椅登场，大爱少女时代的他笑言希望自己不要再看少女时代表演时跳起来就好，以免脚部的伤加重。我可能会在看少女时代的时候忍不住跳起来，所以这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自己的表演应该是没问题的。